欢迎各位再次收看《胡不起说》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546集。这个开场呢，我录了第二遍啊。我应该刚刚呢，我发了一个2分钟左右的影片。我在开录这一集的时候呢，大概录了2分钟，突然发生了一个还蛮大的地震哦，有点恐怖的地震啊。那晃得很强，我的手机有警报声，然后5秒钟之后就山动，就是天摇地动的啊。那。我的房间呢还好，这一次玩具没有倒很多，因为呢，这一次的地震的话呢，如果说我的玩具呢是坐南朝北或坐北朝南的话，它是东西向的摇，也它是左右摇啊，所以我的玩具呢基本上都还在柜子里头。如果它是前后摇的话呢，大概柜子可能就有可能会倒啊，或者是玩具会掉出来，啊，还好，真的是这个摇的有点大，吓到我了。那我们今天的话呢，就接着给大家做。传承系列啊，差一点我就要传承下去了。如果这个摇那一下，真的是有点吓到。那这个的话是撞针，还有一个化石恐龙。然后这款组合包的话呢比较薄，但是它盒子比较大。里头的内容物的话呢，一样会附带了这个大锤的本体啊，就是这个啊，算是重头戏的一个配件啊。那它的一个玩具的内容物的话呢，就是一个化石恐龙跟撞针。那我们的话呢，先将两个玩具呢。都让它进到画面里头来。这个是骨头龙，骨头龙的话呢，我不会花太多时间分享这个啊，因为这个拼装式的玩具就是大概解说一下就可以了。我手上这款的话，做工有个地方小问题，它的其中一侧的角啊特别松，这个它的这块部件啊，这里松弛啊，它主要是这一块部件，你要么把它弄紧一点。不然就是把这个地方给夹粗一些，导致于说它有时候呢会容易去掉件呢、啊。那它本身的话呢是也是一个小改模吧，就是把一个应该是暴龙的一个骨头龙去做一个小小的改变。那帅不帅？其实还是挺帅的。然后站立性的话呢算很好，因为这个脚丫子非常的巨大。那它跟这一款撞针的配色的话呢是有一致的，这个紫色的话呢是。非常非常的协调，跟这个古铜色还是什么叫做大变色嘛？我觉得看上去还是挺不赖的。然后这款撞针的话呢，会是我今天比较花多一点时间来给大家分享这个撞针。那这个骨头龙的话呢，就给各位呢做个简单的，先把它拼装成一个战士的一个样子。那我们呢，先把这个化石恐龙呢给。整个先给拆散好了啊，将它恢复成它人形态的一个模样。人形态的模样的话呢，这些部分都把它给拆开。那唯独胸甲这个部分的话，还是两侧啊，这样给打开啊，然后这个部件就将它给分解开来。那我们的话呢，把它稍作组合就可以了。那把这个头的话呢，它这个头是变成这个样子啊，就是往后延伸出去啊，有点忍者风格的一个感觉。接下来就是将它的一些身体的部件呢。都给拼凑回去。我们先把这个其他部分都先再解开多一点好了，好吧。然后这个组合的话呢，其实我也没有说很熟悉啊，但是你可以凭你想象的样子呢去把它给拼凑起来。那我自己的话呢，是我记得是这样放，拼错的话大家也不要觉得很奇怪啊。这个部件我记得是这样子啊，扣上去到这边。然后呢，这个胸口啊，是一个鬼的一个面具，或者是一个凶恶的，像是什么什么原住民图腾的一个面具。然后呢，这个肚子的话，这里稍微旋转一下，我们的话呢，将这个胳膊收进去，然后呢，将这个部分朝前方来。脚的话呢，这里把这个部件给推出来。那足部的话呢，它是有分造型的话呢，你可以看到这里，它这个我们的话呢是把这个没有空洞的朝外侧，这样子就可以把它给组合起来。然后后面这个脚掌、脚后跟呢，把它给放上去。那这个的话呢，就是它的一个手臂。这个我还蛮喜欢它这个手上是一个大型的爪子的一个样子啊。这个，如果你有玩过这个 Biohazard 系列，这个 T Virus 的这个 Titan，这个暴君的话，都是有这种大爪子的。那这个这一块你看到没有？它就滑下来了。这个就是我说，
它容易脱落的一个地方。那我的做法就是先把它给捏紧一些，当然你也可以在这个地方涂一些胶水啊什么的啊，想办法去增加它的一个这个粗的一个程度，也是可以得到一个改善的一个效果，好吧？那这个就是一个化石恐龙呢变形成人的一个形态，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。它的话也是可以拆散啊，拆散之后呢变成一些配件，然后可以安插在这个撞针的身上，甚至其他的这个围城啊，或者是这个地球崛起的一个玩具身上都是可以的。那再来呢，就看到这款撞针了啊。那我们从坦克的形态呢做一个开始。作为一款坦克的话呢，它的这个部分可以抬起来啊，这样有点像是自走炮的一个感觉，左右的转动是没有问题啊。作为一个坦克啊，炮塔能够转动的话呢，我就先给你个60分了吧啊。然后的话呢，这一款呢，以目前我手上拥有的，Wolf Cybertron 从这个 Siege 开始，围城系列开始的撞针来讲，应该是有4款吧啊，我应该是没有漏掉。这一款的做工呢是最差的一个，这个地方的组合密度呢，还有后面的卡扣的紧实度呢，都是最不理想的。那我就把我手上的几款这个撞针的话呢，4个呢都拿出来啊，给各位做个对比好了。首先的话呢，中间这两个家伙呢，看上去呢最为接近，他们分别是这个是围城系列的时候所推出的。那它跟这一款的话呢很接近，这一款呢是一个3人组合包里头的。这一款最独特的呢是它是唯一的狂派的一个撞针啊，其他都是一个博派。那如果说你这个标志太小，你看不清楚的话呢，其实你可以看它后面有没有这个警示的这个条纹，如果有的话，它就是组合包的。那原本的这个美版的这个 CG 的话呢，里头这个是没有这个警示条纹的。再来，不然你就是要从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是黄色的涂装，但这个的话呢，则是一个红色。当然，这个没有那么明显。我是觉得最建议就是看这个有没有这个条纹啊，如果有的话呢，就是没问题。当然，上面的这个炮塔的部分啊，黄漆的部分呢是以涂覆盖的部分也是不太一样。但是我还是建议啦，就是说最明显就是看派系标志，或者是旁边有没有这个啊，这个是比较没有问题的。那这两款的做工的话都很好，完全没有衰退。那甚至呢，这一款是网飞版的配色，这个比较暗沉一点啊，甚至可以说它，我感觉它是在这个整个玩具好像整个都上了一层漆的感觉，所以它的关节紧实度是最紧实的，就这一款，在变形的时候呢，甚至需要有一些地方需要用力去推的。那这个地方你刚才看到它们的密合度都非常的好，啊，一体性都非常的 OK，非常的赞。好像又地震了啊！对，没有错，现在又开始摇起来了，不知道这个地震还会余震还会持续多久。那么这一款的话呢，就感觉啊，这个地方你看，轻轻碰一下就开了啊。但是这一款的话呢，做了相当程度的改模，首先是它的人物的胸甲，就是会改在上面这一块，以及它的这个部分是可以拆下来的，然后这个地方是可以把它给拆掉。啊，现在还在地震呢，我现在是。摇得有点想吐的情况下，给大家做节目，才刚说用开箱影片记录自己的人生，但是连地震的过程都记录下来，这个也是一绝了啊、哦！我们来示范一下这一款组合包的撞针的变形过程啊，到现在地震还在摇，还在微微的摇啊，是有点小恐怖啊。这首先的话，我们把这个武器呢给拆掉。那我变形的步骤，我第一个步骤，我希望先把它往上抬起来。你往上抬这一下的时候呢，后面这两个地方呢会自动解锁开来，把这两片往外翻出来，然后呢这个部件打开。接下来的话呢，我们把这个整块脚的侧边这个呢，记得这里把它拉出来的情况下呢，直接拉到最前面。这里呢，再往上，再翻过来，再把这个鞋尖给放出来。这个腿这一边就算 OK 了啊，这里一样，把它整个的往前面转下来到这里。到这边放过来，那这里的话推出去的话呢，是因为方便这样过来之后往这里一靠，那两者中间的话呢是没有组合卡扣的啊，那这个腿的话呢就算完成了。
接下来的话呢，胸甲这个部件的话，往上挑一下，它这里有组合卡扣，把它给松开，这个部件往外翻出去啊。然后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把手臂的话呢，从侧边给翻出来。那当然是要先把这个炮塔的炮给两边解开，这个时候呢，就可以透过这个地方，然后以这个地方做转轴，把它给转出来。好，我现在呢录的有点心有余悸啊，随时准备逃命啊，对不对？没有用了，逃到哪去都是一样的啊。这个胳膊的话呢，就把它给转出来，然后的话呢，把这个这里有一个组合的一个位点的这个地方，把它给扣上去。这个卡扣的话呢，算是这个玩具身上的最紧实的一个卡扣了。然后胸甲的话呢，把它往下压下来，背后这个地方打开，把这个头给挑出来，然后呢给转到正面，扣回去到这边。那么呢，这个时候的话呢，战力性的话呢已经非常的好了啊。我们就把这个武器的话呢给放上去。那它的这个撞针的话，应该这个武器啊，它是要放成这个样子的。好，到这边我们这一款组合包系列的撞针就完成了它的一个变形。正面来看方方正正的，挺好看的啊，很有型啊。那细节的表现给各位看一下，它的胸甲的话呢有换，那我们拿出原本的模具的胸甲一看就知道，这个罩杯是明显的有升级啊。这个应该是可以再把它这个地方，这里应该是扣进去就可以了。它好像没有办法这个地方扣进去，但是呢我试过很多次啊，还蛮容易去爆开的。好吧，这样子胸甲替换，头雕也换了。它这个的话呢，头雕本来是这样，这是新的头雕啊。当然我们的这一款，这个我觉得最好看的是这一款啊，这个有点这个罗马的这个兵士的这种头盔，我个人觉得是最好看的。那这个的话呢也有点接近它，但是比较接近于真人的感觉，甚至可以看出来它脸上还有一些像是法令纹之类的一个细节刻画，也是不赖了啊，也是不赖。那可以对比一下啊，主要就是胸甲跟头雕换了。那这个派系的标志其实也是博派，但是这个是雷霆小队的。那这一款的话呢，在人形下的话呢关节紧实度其实还可以，就是这个坦克下的一个密合度我觉得是比较差一些。然后它有一点不太一样，这个先前的模具这个部件整个是一块部件的，但是呢我们这一款组合包的话呢，它这个部件从盒子里头拿出来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看到它其实是可以拆掉的。那拆掉之后具体有什么作用呢？我觉得吧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要让它可以，如果说你说明书有没有写这个，其实我没有很认真看啊。如果你放这样，它就变成是一个真形的一个肩炮，有没有这个致敬的梗我不知道。那你可以再把这个两者做一个交换使用，这样扣上去。有没有这个意义啊，我不知道。反正的话呢，我是这个模具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。然后它的一个这个尖刺啊，它是唯一有上银漆的，其他几个的话呢都没有。那这个的话呢，就是撞针的几个成员，你喜欢哪一个呢？这个挑你个人最喜欢的吧。那我自己当然我自己会比较喜欢这个头雕啊这个三人包的这一款，我觉得黄牌标志的这个是我平均来说我最 OK 的，当然其他几款也是不赖。那我再提一下这个网飞的配色，在那一波一箱八个玩具 Deluxe 八个玩具里头，它只有一只而已，它跟大黄蜂都是只有一只，所以它的配箱是比较少的。现在价格怎么样我不知道，大家可以查一下。好，那今天的话呢，就是给大家呢做完了这一个一个组合包的小队，我们把它给装回去好了啊。这个毕竟我们这一期的真正的主角啊，也不是只有撞针而已，我们将它摆回去啊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是在这个余波荡漾当中呢，给大家做完这一组遗产系列雷霆小队的双人组合包。谢谢各位的收看啊，不知道今天晚上还有多少余震呢，我是不是随时准备要起床夺门而出啊，是不是？那就祝各位就平安度过今天晚上吧啊。
那就下期再见，拜拜。